八位小龙女定妆照出炉，新版《神雕侠侣》姑姑 MIT 18岁女大生仙女颜值还散出满满英气。第八位小龙女定妆照出炉，新版《神雕侠侣》姑姑 MIT 18岁女大生仙女颜值还散出满满英气，早上才和大家分享。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的《神雕侠侣》再次世纪同框，姑姑过相隔23年后再合体，两人完全冻龄，超夸张，忘笑，唯一变的只有古天乐的肤色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已经拍到第八版了，可见大家对于姑姑和过这对苦命鸳鸯有多喜爱，大家一定也很好奇到底谁来扮演姑姑吧。先带大家回忆一下 Baby 的扮相，还有陈妍希的扮相，这次的第八度翻拍，女主角由李凯欣演出，现年18岁，李凯欣是新加坡籍，出生自台湾台北市，爸爸是新加坡艺人于鸿荣，妈妈是主持人权怡凤。星二代出身的他，一出道就备受瞩目，目前正在大陆攻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陆续演出广剧《有问题的餐厅》、班长大人等，去年还在电影《海上牧云记》扮演女主角苏雨宁的少年时代。快来看看美丽的定妆照吧，我觉得李凯欣的扮相除了满满的仙女气质外，还多了一点英气在，相当值得期待呀。大家觉得这个版本的姑姑如何呢？